像是男朋友，会不会注意到我的小细节？好好看啊！快走啊！故意多看了几眼，竟然直接把我拉走了，一直不停喝着奶。这奶茶好好喝啊！根本不理我。你尝尝。好喝。老公，这个毛珂瓶奢华鱼子面膜闺蜜说很好用，我也好想试试。早点睡不熬夜不比护肤品好使吗？真是大直男，哪有女人不注重护肤。老公，我头好痛啊，好想去按摩。每天都像疲劳过度，不就头疼吗？算了，还是睡觉吧。今天怎么来这么早？你给我买花了。昨天一直盯着那花看。原来他注意到了。喜欢吗？喜欢。这上买夏天泡的要好久，那么热的天你特地为我去泡的？没有，刚好在那有事就顺便给你买了。买了面膜以后要少熬夜，你老是通宵。老公你真好，我们回家一起敷吧。你为什么想要这个面膜啊？因为看到闺蜜一直在用啊。这个针对熬夜引起的皮肤蜡黄，起到去暗沉、提亮肤色的作用，还可以抗衰老、淡化法令纹，能紧实我们的皮肤，让我们的皮肤越来越嫩。敷着真的很舒服哎，可以洗掉啦。真的很不错呀，阿福快躺下。走了。学了几个按摩手法，感受一下舒不舒服？很舒服。你还为了我去学习啊？熬夜多了就头痛，我帮你多按按。